晚间日报24日报道，美国国防部已经向国会呈递一份加强霍姆兹海峡的军力防卫计划书，准备在必要时刻回应伊朗的武力攻击。上周五在奥地利滑雪时遇上雪崩，被活埋十多分钟后获救的荷兰王子弗里索，因为脑部严重受损，恐怕将永远处于昏迷状态。2月24日是已故苹果公司共同创办人贾伯斯的57岁名单。贾伯斯名单是 Twitter 五大话题之一。美国奇异公司的 Twitter 账号写着：“少了你，创新就不会一样了。” YouTube 一则猫咪玛莎鸡的影片在网上受到网友喜爱。影片中，猫咪不断为狗儿搓揉背部，狗儿感到非常舒服，睡着后还打呼，看起来猫咪像是在为狗狗玛莎鸡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